好，把那个捐款明细哈，把它改一下，按一下它，哎，整个就过来清除。那当然哈，如果你工作里面呢有这么方便的东西的话，那其实你真的每经常性的就可以把很多工作表里面的资料呢，哎，就可以拿来应用。那这个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面？太多了吧？我想你工作里面有太多类似的东西。那只是说呢，要怎么样可以把刚刚的东西再把它放到这边来，哦，加以应用。那所以哈，其实很多东西你也可以不用重写啦，不过你大概要知道改哪些地方。一，也许你可以先怎么样，把刚刚的程式有没有？我们刚刚模组里面的东西啊，当然你可以把工作表合并这边哈，直接 Ctrl+C， 这边也这样 ，Ctrl+C，Ctrl+V 有没有？然后呢，在那个捐款明细里面这边一样先插入一个什么？一个模组，好，这边一个模组，再把需要的东西贴上，好啊，贴上之后的话呢，来做修改。不过哪些地方要修改哈？诶，可能我要说明一下，不过说明这个之前的话，刚刚同学问那个字的大小，记得哦，这个还蛮重要。我发现有些同学字还是很小，看得很辛苦了哈。所以这个工具选项哈，撰写风格，把它字放大一些些，大概至少可能要12号字以上吧，不然的话你看起来其实还蛮辛苦的。OK， 按确定，然后把它再放大14号字好了，诶，这样看起来更好，有没有？所以其实任何开发环境都一样，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先把字放大，因为我每次接触不同的开发环境，第一个先找一下，不过有的时候接触久了之后发现，大概逻辑都差不多，用来用去也是差异性不大了，所以变成说，多语言的学习其实慢慢好像必要性越来越高，所以要怎么样快速学一个东西，好像这个可能要抓到要领吧，所以尽可能你学会一个东西之后啊，尽量不是去死背它了，因为以前填鸭式教育就是叫你把它背起来，为什么不知道啊？那所以你比较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语言跟语言之间，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其实只有少部分是不一样的。你要学的是少部分那部分，你就把少部分的抓出来，你大概就会了。剩下来就是你要实做，找一些什么呢？找一些 sample。所以哈，尽量找 sample 练习。那其实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这个东西不是用眼睛看的，也不是看叫你去借多少书或者买多少书回来。很多人买一堆书回来还是学不会，一定要实做啦，动手做之后做出来，就代表你会了。OK， 好，所以不是说用眼睛看，很多人买一堆书回去哈，还是做不出来。而且每一本书还很奇怪，每一本书写的又不一样，同样一个东西，哎，为什么每一本书写的都不一样？最后哈，把你搞混了，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最后你只好放弃。我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子，所以其实学程式哈，第一个当然也不用去想那么多了，反正就掌握要诀，就是做出来就对了。那不管怎么是，最好是有你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以我尽量这个逻辑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所以它会很有我的风格。那当然我强烈建议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建立一套你自己的习惯，把我的改掉都没关系，你爱怎么改都没关系。那尽量的话有你自己的东西在里面，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会越来越有你的那个部分。 OK，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我大概改哪些地方呢？主要原来的地方是Ctrl+Shift 向右向下，所以基本上同学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是在这个中间 Ctrl+Shift 向右向下，本来是什么？本来是切到哪一个工作表，游标放在什么呢？放在它的本来是题目好像本来是 A2 吧，那现在因为是 A3， 所以你可能要改一下 A3 位置哈。那再来怎么样 ？Ctrl+Shift 向右，向下不行，所以怎么办呢？那我要怎么知道说到底是要Ctrl+Shift 向右呢，还是 Ctrl+Shift 向右向下？哎，所以这边的话可能会有多重逻辑判断了。所以逻辑判断的话要怎么判呢？一，那我就想一个方法，用什么方法来决定到底它是一笔还是两笔？那我可以用一个方法，游标放这边 ，Ctrl 向下，哎，你会发现呢，它如果 Ctrl 向下停在3的位置的话，表示它一笔资料。那如果说呢，它假设是两笔资料，是游标放这边 Ctrl 向下，它是4，
如果有更多笔的话呢，假设后面有没有更多笔，假设更多的话，单单听的位置哦，假设这边是四笔的话，一样嘛 ，Ctrl 向下，有没有？所以理论上哈，我们可以用我的习惯啦，用侦测的嘛，游标放 A2，Ctrl 向下追踪到，如果追踪到的那个位置哈，假如是怎么？假如是等于3的话，表示说它只有一笔。如果反之，那就是多笔哦。那我就是 Ctrl Shift 向右向下。不过后来又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同学问说，老师，那如果还有一种逻辑怎么？如果没有资料的话，对不对？所以可能的逻辑啦，至少会有三种。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可能都要先想到，然后去处理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能够处理逻辑之后啦，程式就很好搞定了。OK， 所以基本上写来写去哦，从我们前一个阶段的课程到这个阶段课程，处理最多的就是回圈加逻辑判断。那其实哈，不只是 VBA 啦，其实其他的语言都一样，不外乎也是回圈嘛，因为你要让它重复执行，然后再来里面做一些逻辑的判断。所以基本上哦，我这边会有三种逻辑判断。所以基本上我就先把程式这边先写一个注解哦，我要做那个三种逻辑判断哦，放在这边，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Enter， 然后逻辑有三种，那我要第一个，如果没资料的话怎么做？所以呢，如果 if， 先抓到底几笔，所以我刚刚有做了一个抓 r 等于什么呢 ？range。哪一个呢？从 A2 有没有向下追踪？这个写了很多遍的啦。那因为它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做了 N 次的哈。所以这个我想，因为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最好能够记下来。那我就用什么呢？用追踪到的资料放在 R。如果 R 等于3的话，表示它一笔；如果 R 大于3的话，表示多笔。那我怎么知道没资料？其实有个方式啦，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判断说呢，这个储存格里面有没有资料？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没资料的话，那理论上后面都没有资料。我可能因为第一个位置大部分都是 key 啦，都是它的那个，可能是它的编号啦，primary key 的位置。所以我理论上这个没资料，那表示后面应该也没资料。所以呢，我判断的方法总共会有三个逻辑。那第一个逻辑是什么？if 啊，如果什么呢？假设那个 A3 里面是空的，所以呢，我这边的话可以什么？如果 A3 里面是空的，那我可以这边等于空的 ，then 第一个逻辑做什么 ？L 第二个是 else if， 如果什么呢？第二个逻辑是如果 R 等于3的话，那 then 做什么 ？Enter 两下，再来多笔的话呢，就是什么呢？else， 如果你可以几种叙述啊 ，else 是除此之外，那就多笔了 ，OK 哈，或者是说你还可以 else if 了哈，尽量想的越周全哦，那这个程式出错的几率越低了哈 ，OK， 那我们反之的话呢，就是 Ctrl Shift 向右向下，所以记得哦，最后哈一定要加一个 end if， 因为同学很常忘记那个 end if， 如果没有 end if， 你程式它就会卡住。好，所以结构先打 if， 第二个逻辑是 else if， 除此之外啊，这个一定要有 end if， 这个结构一定是固定的，缺一不可。老师，那个是 A3 还是 A2？ 这个 A3， OK， 好，你不要比我细心哦，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复制贴下来哦，忘了改哦。好，如果我说呢，它里面是空的，那什么事都不做；如果它等于3的话呢，那等于什么？只要 Ctrl Shift 向右就好了，所以这边的话复制什么？这个移到哪里 ？Ctrl 键按住了，复制贴上哈，只要向右就可以，不要向下。Ctrl 向右，只有怎么样？向右选就好了。那可是比较麻烦是什么呢？如果它等于空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都不做。怎么样让它什么事都不做呢？其实哈，方法很多。跳到这边来。其实我之前是跳一个 node， 不过我发现这边，如果说你要让它怎么样，程式跳过这些动作的话，那记得哈，这个地方你可以写一个所谓的那个 go to 的叙述，所谓的 go to 就是说哈，我要从这边
跳到这边的话，第一个你先给一个标签，这个标签的话是我们直接在这边写一个叫 no data， 后面加一个冒号，关键就是这个冒号。如果呢你有一个名称，后面加一个冒号，那这个表示一个标签。那上面你可以怎么样用 go to 的叙述， go to 意思是说哈，我要让我跳到程式的哪一行，就是跳到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后面 go to 呢，你就是用这个叙述 go to no data， 然后呢后面记得上面的部分是不用冒号，下面这边要有冒号，表示说我要从这边程式跳到这边就离开了。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呢，如果它跳离之前换下一个 的时候记得因为我们游标这个地方 我好像本来是就写这样了，不过后来发现好像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当它没资料的时候比如说这边好了， 我假设这样写完了，那其他的话大概要改哪些呢？ copy 然后切到总表之后贴上，贴上之后的话以前是 Ctrl 向下有没有？那 前一个练习题不是假设我就是切到这边让它怎么样 Ctrl 向下，在下一个工作下一个继续什么继续再贴嘛。可是问题如果你只有贴一笔的话，那你 Ctrl 向下哇完蛋了，它跑到最下面去了，因为它只有一笔嘛。可是如果多笔那没问题那因为这一题比较特殊，就是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里面有可能怎么样，你贴上之后它有可能是只有一笔，所以呢如果只有一笔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之前是用 offset， 这边是一，对不对？那这里的话呢我就把它改一下，改什么呢？改 R-2 就可以了。为什么 R-2？ 前面有一个那个 selection 向下那个就把它删掉。那 R-2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有个 R 吗？ R 的话指的就是什么？追踪到第几列，有没有？追踪到，如果是它 R 等于3的话，那表示什么呀？它里面有几笔资料？有一笔资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3的上面呢还有两个什么呢？标题，有没有？标题跟标题栏。那这两个要扣掉了所以基本上 R 为什么减2主要是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标题跟标题栏扣掉之后，让它向下看几个就向下几个，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一直往下跑一直往下跑，然后一直贴一直贴就对了，一直往下跑一直贴就对了。 OK， 那这个大概就没有改什么了，除了大概主要是把原来的程式贴上之后，然后呢处理逻辑主要是改这个地方处理逻辑然后呢再来就是向下几页这个地方改一下，其他就是原来的东西然后呢不过 go to no data 这个可能要多补一行，多补什么呢？让它切回到哪里呢？切回到总表这边，可能要多一个那个切回到总表的叙述。因为如果说你让它不应该，这个要先切回去再 go to， OK， 先切回去总表，因为它既然已经没有资料了，那你必须先切回去不然的话呢它游标还是在那个工作表那这样的话会产生错误我记得好像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让它切回去的话会造成错误，所以我就补了一个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游标放这边，我们直接来执行一下好了那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前面都差不多的那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我 F8 好了逐行先切，确定先切到总表然后怎么样呢游标放 A2， 表示说呢我从 A2 开始游标记得是从 A2 这个位置，所以现在游标放这边。那做什么呢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帮我把前面的工作表合并，所以 for i 等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减一，最后一个减一的话意思是说把总表这个扣掉，你不能把总表也把它合并进来。那再来切到第一个工作表就一月的
里面有没有资料呢？哎，里面刚好我把它删掉，没有资料，所以游标先放在 A3， 然后做什么呢？判断一下，哦，哎 ，R 等于，不过你会发现啊，这个时候 R 等于多少 ？R 等于3，哎，里面没资料 ，R 等于3，哎，这个，看像不像？哦，所以如果说单笔的话，它还是会停在3哈。不过我们这边哈有逻辑判断嘛，所以它还是会走这边。虽然它等于3，可是呢，我逻辑判断会有一个判断里面有没有资料，它有没有资料？哎，里面没资料。所以基本上呢，如果里面没资料的话，那即便它是等于3，它还是会跑这里。那跑这里就是没资料的话，它会先怎么样？先切回到总表，然后做什么呢？哎 ，go to。No data， 所以跳到什么呢？哎，有没有这个标签的下面 next 就换下一个。那再来的话呢，切到二月份，二月份有没有资料？哎，有资料。R 等于多少呢 ？R 等于3。好 ，OK，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R 等于多少 ？R 等于3。别忘 ，Ctrl 向下追踪嘛哈。那有没有资料？哎，有资料，所以它不会跳这里，它会跳这里。如果 R 等于3的话呢 ，Ctrl Shift 向右，哎，向右选取。再来做什么呢？复制一下，有没有？切到总表，贴上。哎，关键来了哦！我刚刚讲了，原来我们这边是 Ctrl 向下，可是如果 Ctrl 向下，完蛋了，它跑到最下面去了，所以不能用 Ctrl 向下。有没有？还记得吧？哈，我们原来的那个程式有没有？这边的程式哦，会多一行哦 ，Ctrl 向这一行，有没有？那你这个地方不能用这一个，原来用这一个，一跑到最下面去了，完蛋了，不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换成这个一，把它改成 R 减二哈。OK，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是换成什么呢？用 offset R 的话，因为它里面 R 等于3的话，就扣掉标题跟扣掉标题栏，之后的话就是 R 减二剩一，所以我等于是我刚刚只贴一笔。所以贴一笔的话呢，那就是向下移动一笔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的意思是向下移动你贴的几笔啦。所以如果你将来贴两笔，那就向下移动两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放在原来位置嘛，放在原来位置再贴，不就一直重复了嘛 ？OK， 所以主要是移动向下移动几个位置哦。OK， 所以 offset 哦，这还蛮重要的。将来如果说你要合并资料的话，用它还蛮方便的。你只要算出以后要移动几个位置，你就可以把一资料一直把它放，它全部帮你合并完了。OK 哈，来向下，好，这样的话有没有？它就 offset 就移动一个，然后换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呢，就是三月，三月资料比较多，所以 R 等于多少？这个时候 R 等于6嘛，有没有？向下追踪6，然后它会跑哪个逻辑？跑这一个，这个不会，跳过。Else 好，就这一个 ，Ctrl Shift 向右向下。然后呢，再来一样 copy 嘛，然后切到总表，贴上，再来 offset， 就是因为它贴了四个，对不对？所以它应该移动几个？也是移动四个啦，哦，所以这边的话6减掉2，所以帮我移动向下移动四列哦。哎，有没有移动四列了？所以它就乖乖的移动四列，然后再来怎么样？哎，以此类推了，所以其他都一样了，应该可以看懂。我现在做的逻辑吧，其实跟前面最大的差异哦，只有多一个逻辑判断，跟那个 offset 这里啊，其他都一样哈。OK， 把它全部执行。你说那个 offset， 它不是说去侦测你有资料到最后一行那边？不是，它不是用侦测的，它只是去移动几列而已啦。前面这个数字是移动几列嘛？我们这边只没有完这个地方呢。就不是用侦测的，但是你已经贴上去了，例如你贴上四列，它已经那里已经满了。对。然后它又不是说有一个指标，你要讲说你本来还在上面，我要往下再移。没有，它你已经满了的话，它应该就已经侦测到这里了嘛？没有，它不会，它不会，它贴上之后有没有？它的指标还在上面，还在上面，它不会下。如果你没有用 offset 哦。它会继续再贴到同样位置上去，好，所以特别注意啊，这个它不会说你贴上就往下跑，不会啦。如果会的话，那这一行就可以不需要了。对啊，它永远就只要一就。没有，它就在那个位置，所以这个只是我们要让它往下移动，所以 OK。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就让它全部合并，合并完了。好，那这再来的话，最后可能会多一个，这个我这边有加了，就是说呢，哈啊，一样我把它清除掉，这个应该没有啊。最后我试一下，各位看哦，有没有发现，全部都帮我一个一个去贴过来了啊？结果应该是正确的哦。但是会有最后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哈，我们在做那个贴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一闪一闪的。哎，这个之前有讲过吗？如果说你会一闪一闪的话，它其实有几个缺点。一就是它跑的也会比较慢哦。为什么？因为它一直重画那个画面。二的话呢，它当然给使用者看到会觉得，哎，你这个感觉好像坏掉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要让这个画面不闪动的话，其实最后我有在上面再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叫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等于 false。这个前面讲过了，然后最后的话记得还要再把它打开。那加完这个讯息之后的话，你会发现点它 OK 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当然可以的话啦，最好是可以把刚刚的程式把它贴上，然后重新修改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你刚才去侦测说 A3 有没有